柿子就是要挑软的吃啊。这看起来很猛哎。对，加油啊，霍根！你是我整队的命根子啊，你不能倒啊！先睡一觉吧。被射醒的再睡一次。哎呦，谁在想我？哎呦，谁在骂我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辣椒，今天就要来继续突破我们的第三章啊呀！先来做点每日吧哦，来再挑战一次竞技场。柿子就是要挑软的吃啊。这看起来很猛哎。对。这实力相当。OK， 就来看是他的角色猛还是我的吧。他的战力比我高，几乎高快2000点。种族上的分配跟我一样。我们都只有 10% 的加成。好，打打看。有，我的这边好像比较猛一点点哦，可是我坦克快倒了。临死前，霍根劈下了一刀，击晕了四只角色。好，燃烧吧！哦，他们也要烧我了。我要刀砍。塔西，我等你很久了。漂亮。下对面剩下两只，我还有四只，胜券在握。再睡一波。好的，对方剩下一个霍根啦，应该是没戏唱啦。OK。战力只是一个参考值啊，各位千万要对自己有信心啊！啊，不过差太远也就算了啦啊。好的，完成了一个任务啊。哦，这个参加工会团队狩猎一次。各位如果加入工会以后啊，这个真的建议要天天打，不打白不打，这真的挺重要的。OK， 来挑战两次，一天可以挑战两次，就去挑战一下吧。好，五只打一只应该是蛮爽的啦。OK。那是在 N 大值。多赚越多。哎呦，谁在想我？哎呦，谁在骂我？哇、哦，好猛哦！哇，我瞬间剩下一只罗莎琳拿扫把的，
好了，不打白不打了，拿到的这些啊、哦、五个箱子 ，OK， 那我们继续通关啦。好的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来到3-36，只要通关的这一关呢，我就可以快转了，耶嘿！哦，战力好高哦，高我4000多哎，刮我快4000哎，能赢吗？还是要试试？加油啊，霍根！你是我整队的命根子啊，你不能倒啊！先睡一觉吧。
被射形的再睡一次，休想输出！啊，他们也倒弹了，先集火小鹿斑比。 剩你啦，小明，剩你啦，小明呀。OK， 战力只是参考。通关，通关，Yeah！ 成功进入第四章节。好的，那现在的进度好像都到第五章、第六章过后了。那么我下一支影片呢，会应该会呈现一些更后面的进度。前面的进度其实应该大致上没有什么太困难的地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通关。 那下一支影片呢，会为各位带来更后面的关卡。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按赞及订阅哦。你们的收看及订阅永远是我最大的原动力。我是辣椒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各位，拜拜。